端午节要到快了哦，油焖到粽要飘香，要吃粽子了。不过现在这个粽子哦，阿拉一年四季才好吃的。搿搭是两只梅花肉粽，我搿次选的肉粽啊，还是全部是伊拉屋里向的鲜肉粽。那么主要呢是搿只梅花鲜肉粽，全部是辣屋里向的猪肉，大家侪晓得搿搭是黑猪，外加伊拉个排骨了啥个肉了啥个侪老好的。搿只梅花粽子对伐？搿能样子哦，是比较小悠悠的，是80克一只。可能一包8只，日脚也是相当新鲜哦，是5月22日哦。搿能大小80克一只对伐？里向有8只，吃起来也蛮便当的。水开放进去烧5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大的五花肉粽或者大肉粽呢，要烧8分钟到10分钟。烧好了，烧的辰光对伐？就一股粽香飘出来，包得蛮漂亮的枕头粽子哦，摸上去对伐？蛮软的，肉粽呢不好烧了老硬的。喏，肉已经铺了外头了，看到伐？喏，肉已经铺了外头了。肉对伐？从搿搭到搿搭，搿侪有肉的，再加糯米呢，勿是老多，搿能一只吃下去呢，也蛮适宜的。一搭一只对伐？里向侪是肉，那从搿搭到搿搭，所以我呢，我老欢喜吃搿只粽子。我呢一顿呢只要吃一只，葛末我拍视频呢，我就再2只哦。像阿拉小区对伐？搿种吃起来呢就要吃2只。我觉着呢，搿只粽子肉大，糯米少，蛮适合屋里向搿种小人、老人胃口小，或者胃口大还想吃眼其他物事的人吃的。咁么，我呢欢喜搿一只吃脱之后，再搭块糕、搭块面包，那吃到最后侪是肉，搿眼肉搭牢搿眼糯米哦，正好吃脱。伊拉迭个糯米呢，也是老软、老糯的，勿是吃上去一粒粒硬条条的。调味对吧？调了就是阿拉上海人的口味，有一眼甜味道。这包装精致了，明珠血统全部是黑珠，双喜工厂，包装就是廿一天，种物是过节对吧？送人也是老上档次。这三种猪肉粽，这是五花肉粽，这是梅花肉粽，一只是大肉粽。搿三只猪肉粽的规格是勿一样的，搿只是五花肉粽，880克四只，一只粽子要220克。搿只是大肉粽，是180克一只，那叶子呢是5只，是梅花肉粽，是80克一只，盒子里向有8只。三种规格，牙齿价钿是一样，个人的口味胃口不一样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家的胃口选。伊拉的粽子除了大小不一样，里向的肉味道侪是一样。今朝我视频就到搿搭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